的女孩，谢谢柯震东、陈妍希还有耶盛宇，谢谢，还有钟豪全。紧接着旋风管家男女主角胡宇威、朴信惠将要体验到底台湾夜市小游戏，获胜还可以品尝超美味夜市小吃哦。首先进行第一关金鱼捞捞捞，双方各派出一位代表限时一分钟，看谁捞到的金鱼最多即为获胜哦。捞捞捞，限时开始 GO。 好，哎呦，第一只，两只，哇塞哇塞，他使出了二刀流的战术，可以带内，可以带内，没有反应，哦，可以带内，五只哦，五只哦，哦，他使出了一箭双雕，猛拉甘塞口，哇，五只。他的网子太扯了，太扯了，网子不会破，一我五捞，我有没有看错？朴信惠，你真的是第一次捞金鱼吗？像你这种天才小捞手，可是会被列为夜市的拒绝往来户哟。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。好多只哦，欸，他吸引我了啦，哇，看看，5、6、8、10、12、14、16、18、21，炸弹之下，21，接下来轮到敖犬上场了，他能突破朴信惠21只的惊人记录吗？敖犬，你有没有信心？有，金鱼捞捞捞，计时一分钟，开始。哎呦哎呦哎呦！不了，早点，这太久了啦，太久了。哎呦，两只小鱼，不要紧张，等一下就放你们回家。哎呦哎呦，庄全也使出2对2哦，也是一箭双雕，没有办法，我没有办法，5只1起，对不对？是不是你看？是，不要紧张，不要紧张，我们要 hold 住啊，2、24、2。看来敖犬也是不遑多让哦，使出了一网多捞的战术，但是21只实在太难了啦，给我10只网也捞不到。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。哎呀，不简单呢。哎呦，所以大概是20，有大概10只左右，所以产出舒畅了，敖犬产出朴信惠小姐。获胜的旋风管家组将可以品尝夜市的经典小吃咸水鸡，清爽不油腻，夏天吃实在刚刚好。然后我们就请旋风小管家一下，对啊，来喂他吃，小一点好了，好吃小一点，吃示范，还要形容一下，哦，怎么吃个东西都会这么漂亮？好吃的哦，好吃，好吃。接着进行第二关，棒球九宫格，双方各派出一位代表，每人5球的机会，率先连线即为获胜哦。那我就先，你先示范哦。好，我示范哦。那我就从这条线，你要先呛几号啊？正中5号，5号是不是？好，所以你没有数号啊，因为你比较有经验哦。好，如果你没有打到5号，我就要打你一巴掌。为什么？那我可以3，你就不3打我吗？我会用1，好不好？要打5就可以了。哎呦，差一点，我那选袖子了哦。台中王建民可以。台中王建民，准一点吗？现在要投出的就是5号。神，你为什么盖我火锅？你为什么盖我火锅？这是棒球，大哥。我想要提醒你，声卡，声卡，声卡。2，2，2，2，2。好，哎，还是5号，还是5号。还是5号。六，哎呦，我脸，你这个差太多了，这差太多了哦。1号也有，好哟，1号也有，1号跟5号，还是5号，连线不要忘了，连线。哎呦，还是3，最后球了，还是要碰接下来要打到哪号才连呢？5号或1号，好不好？1号。耶！5号，连成一条
王振，恭喜台中王振平。接下来登场的朴信惠，让我们见识一下韩国棒球的威力吧。朴信惠投出第一球，哎呦，哎哦，奈何，哦，你先啊，信惠，啊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为什么？你先要投出几号？要公共的买五号，你能进吗？五号过七号，五号过七号 ，OK。哎呦，好 ，OK 啊，加油，哎。哦哦 ，nice， 他现在只要打到六号，六或七，七号，七分了，七分了，就是一条线了，对 ，OK， 就可以赢得。哎呀，哎，很难哎，哈哈，他手就能弄过去，这个人是外野的，哈哈，很惨的 ，You can do it， 他需要你的加油。哎呀呀呀 ！Fighting！Fighting！ 朴信惠能顺利完成连线吗？惊奇四朝南！惊奇四朝南！还叫你加油！哎呀呀呀 ！Fighting！Fighting！ 走！阿青！啊！哎，这怎么算呢？这怎么算呢？这个压在两，它往八号多一点点。正所谓来者是客，接下来就请两位稀客尝尝咱们台湾的招牌甜食糖葫芦，保证只容你口不容你手哟。哦，够冰吗？怎么样？它是番茄哦，它是番茄，我还以为是，你以为是草莓的，对不对？草莓或是李子的，还不错哎，还不错哦。OK， 没有，那幸会幸会。哇哇哇哇哇！一口，马吉手游，哈哈哈哈哈哈 ！Lifestyle。紧接着最后一关，我是神射手，两队各有五支飞镖，看谁射中的气球最多，即为获胜了。好的，现在开始要进行射飞镖喽，一共有五镖，看谁射的多。Go！ 哎。没有，七，哎，没中哎，没中哎，啊，一颗一颗，一分一分一分 ，one point， 换幸会，哎，差一点，差一点，差一点，好亮哦，最后一标，啊，所以成绩是一分。紧接着登场的潮男队，他们又能射中几颗呢？接下来换到潮男队，哎，威廉，我们刚刚得了一分，对，其实很可能会输掉，嗯，但我们主要是要让来者是客吃到东西，没有错，所以我们现在要让他们，我们，嗯，原地转五圈，转五圈哦，这么多，我们会不会下班了？二十圈好，二十圈好，很低晕，拜，拜 ，circle，OK， 每一圈吗？这样那个应该是失去准头的，好，哎，但是你转完五圈之后，好不好？大家各自闪一下，对，这边要撤一下。你会这么撞？要各自找隔壁物。好，好了，五圈哦，一 ，go， 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快闪呐！到底会不会中标呢？哦，再五圈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好。我换比较弱的来啊！好，五圈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万华，看我的二刀流！哎呀，这奖是你的！天哪！你自己啊！身为东道主，连一点基本的待客之道都不懂，难道你的眼中只有胜利两个字吗？好好检讨吧你。不管输赢结果，最后还是要招待两位吃一下台湾夜市的道地甜食冰镇凉圆，口感可是超嫩 Q 的哦。在吃凉圆的同时，我们预祝旋风管家收视率长虹。谢谢朴信惠以及朴信惠姐。Thank you. You're very cute.
谢谢大家，拜拜。